那我们去看看书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我们可以看那个 Gruffalo， 是 Susie 她给我们读的那本书。那个是我的老师，对，是你的老师。那个篮球好好看，那是你。我喜欢那个绿球，好大一个光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韩老师带你们来到了加拿大的一个书店 ，Indigo。在这里，你可以买玩具，可以看很多的书。Here， 跟韩老师一块看一看吧。Here we're at Indigo, and here you can buy toys, you can buy books, everything you like. The kids love here. Check it out. Indigo 是加拿大最大的连锁实体书店，它还包括精致礼品、特殊玩具等等。这里面是孩子们的区域，这和大人的是分开的。最上面有一条标语 ：Today a reader, tomorrow a leader. 今天的读者。明天的领导者，小朋友可以在这里随意看，没有售货员跟着你，看完不买都可以，但一定要记住收好放回原处。那在左侧这边就是书了，蓝色牌子上面有详细的书籍分类，需要帮忙就去问店员。我找不清以前我们哪从哪儿。Excuse me,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find something? 我们平常爱来这里看书。看到喜欢的就记下来，再到当地图书馆里去借。商店还会提供免费的礼品包装。商店有时会有削价的东西。为了不扫韩老师孩子的兴致，我会让他们挑选自己最需要的，并且我能担负得起的。我相信你们也会这样的吧。我希望小朋友们从小培养自己爱阅读的习惯，让知识来成就你们的人生。It's time to check out. 好了，结账去了。